魔镜不要我了，阿云，我被魔镜赶出来了，你救救我！ 大王，今天我们要来玩一款明星培养类型的手机游戏《咖位我最大》。现在《咖位我最大》双平台公测，输入大王的专属 CD key， 大王抽抽抵达欧洲，领取我们的专属福利，耶！大家应该是相信大王抽抽一定是抵达欧洲啊，哇！ 厂商太聪明了，这个礼包嘛，完全没有问题啊。说这个礼包嘛，花多少钱买的？首先各位要穿的是女生的，不行，我觉得这里面的我就是另外一个我。我跟大家讲一下，一个明星，一个艺人要红，你得与众不同，所以我们不能走出像这种这么简单的风格，是不是要选这个发型？哦，就这个了，眼神我个人觉得要帅一点了。 这个不行啊，这个太阴沉了，眼神要帅一点啊，然后嘴巴哦，<笑>完美，我铁定是这个地方最红的男人。那名字的话好了，其实我们还是想叫大碗啊，但其实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，小时候其实人家叫我另外一个名字，小时候其实大家都说我长得很像某个艺人，没有问题吧？ 哎，还是这个啦，我个人觉得我比较像这个男人。好，金城丸出道了，各位坐起。从此要开始了，准备好了吗？没问题。金城丸，金城丸，金城丸。哎，好羞耻哦，怎么忽然觉得有点羞耻？ 娱乐快报，镜头的表现引起了轰动。哎，有王菲，在干嘛？哎，怎么我才刚出道哎？我该不会去卖玉兰花了吧？哎，这是我哎。到了吧？我到了。哎，我。 我怎么可怜？哎，我怎么被秒杀、啊？哎，王爷在搞啊！面前，我被捏造了一个好奇，人气大战，青之公司也好几月。魔镜不要我了！重新开始、啊。哎，有妹子。哎，这次就由我。阿云，救我阿云！阿云，我被魔镜赶出来了，你救救我！厨房。哎哎，免费。 收起来啦！本次免费。SSR 中毒神。啊，不过我们当然，普通选拔跟超级大选要选哪一个？我们是大人了，一定是超级大选，直接十连完全不严。来，我们来跟一些厉害的艺人。 坐下，金制作，阿卡，你是在偷偷跟着我吗？阿卡，风叔，阿卡，这就是欧巴的风格。我嘛，刚刚 style。哎，这个怎么还啊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哦，我想唱一辈子。戴尔，这就是欧，什么我都。啊，我怎么讲？ 请假的好，这就是欧巴的风格。哎，渡边君，经纪人哎，渡边君看起来有点中年。哦，杜拉拉，哎，不是啊，我怎么专抽经纪人啊？没有没有，阿云不换经纪人，我经纪人只有你。我怎么感觉我变成要成立经纪公司哎？我是魔术啊，我怎么抽到经纪人？ 阿波罗，阿尔没有是经纪人。哎，不是啊，我们需要艺人啊。阿尔伯，我想唱一辈子。阿尔伯特，哎，敢不敢给我艺人啊？
欸，为什么都机器人？欸，我这么多 SSR 机器人，那我游泳，嘟啦啦，不要啊啦啦，不是啊不是啊，我是要开经纪公司是不是啊？啊，你今天要开个经纪公司没有问题，你也是要有艺人嘛，你一直给我经纪人，我经纪人五个了 ，SSR 五个了，我想唱一辈子。哎，不是，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我都没有艺人？我就是偶加入我，为什么？维婷，欢迎你加入维婷。维婷啊，我终于有艺人啦、啊！各位观众，我终于有艺人了。维婷你好啊，维婷。好，因为我们刚刚没有玩到这个东西啊，这里来跟大家玩一下。来，我们这里有个游戏叫做这个电影的系统，我们这里来再玩到后面一点，可以录制唱片跟这个播放电影。我个人觉得未知小镇寻找女儿时的母亲发现了小镇的黑暗过去，这个感觉不错，这个感觉不错，我要选这个。来，我们来改编这个电影，来来来来来来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灾难怪兽，有怪兽来，然后还会有大灾难。此时灾难来临，这是我们穿越到了过去，拯救了这个世界，完美。电影的名称，毕竟是末日题材的系列，大玩的镜子，好像有点，好像不太好呢。啊，最后的大玩，好了，最后的创新力作，最后的大玩，来，周琦。哦，我们得选，哎，选一位女主角和四位配角，就是你的大王，我要当女主角，开拍。哎，这个角色已经尝试过灯，没有吧？我没有啦，我没有女装过，所以这个是各位要来上映喽。西方影城就这里了，来，全力上映。新电影最后大王的剧本被某小说来，谁告我？谁告我出来？谁抄袭？你给我出来！妈的嘞，谁抄袭啊？反正重点谁抄袭了？末日题材系列这个本来，这末日题材系列的东西本来就很容易大同小异，怎么可以说我抄袭？放尊重一点是二创。哎，但一样阻止不了我的票房啊！我的票房跟鬼一样啊！不要闹啦！各位看到了没有？我的票房400万，获得了69个档期。只有大王跟鬼一样 ，great。好啦，各位，那今天我们这个咖位我知道的工商就到这边结束啦。如果你们各位对这款游戏有兴趣的话，拿起你的手机或配的左边 QR code 扫起来都可以下载。如果各位也想要体验这种偶像明星的生活，啊，这什么签名啊？这谁签的？鬼画符是不是？北七。